来再新建一个页面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三格怎么用啊。那么刚才的话，我们放这些文字进去，大家看一下这些文字是离每个三格是不是都有一个间距啊？是不是有15的间距啊？这个是15的间距啊，都有一个15的间距是吧？然后我们把文字放进去的话，效果就看不出来啊。那么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把一些方块放进去，然后看一下它怎么来实现响应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那么比如说这个，我们来再新建一个页面啊，再新建一个页面，把它再另存一下。比如说这个008，这个是三格的使用啊，三格响应式啊，响应式布局是吧？三格响应式布局，好，把它保存一下是吧？好，保存一下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个的话，这个页面啊，还是这个页面啊，这个页面的话，我们把它上面这些东西先弄掉是吧？先不要啊，这个先不要。然后这是这个这样一个什么来容器是吧？这样一个容器啊。好，这样一个容器里面，我们来做一个布局啊，做一个什么布局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我们放什么呢？放这个盒子啊，放盒子，放什么盒子？比如说这几个都是四吧，是吧？都是四啊，啊，都是四啊。都是四之后，然后的话，我这里面再放一个 div， 这个 div 呢就是里面放的东西是吧？比如说这个 div 啊，好，这个 div class 零什么 box 是吧？这里面是放的东西啊，放了这个 box。好，这个 box 是吧？boss， 然后的话，这是我们把这个是三个系统响应式啊，响应式，好，这么写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这个 boss 我们给它点样式是吧？给它样式啊，这个 boss 有什么样式呢？点 boss 是吧？点 boss 啊 ，boss， 然后它的什么呢？它的宽度我不给啊，宽度不给的话，这个 boss 的宽度就等于三格的宽度吧，是吧？三格是不是它的什么负极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 div 它的负极是不是就这些三格啊？是不是这三格 啊？好，这个 boss 宽度不给，那么它的宽度就等于负极的100%啊。高度我给一下，高度比如说给它一个什么呢？给它一个什么呢？这个100px 是吧？100px 啊。然后的话，我把这个把它背景色给它一个设一下啊。背景色假如说是什么呢？这个 cyan 吧，这个是青色是吧？把它区分一下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盒子的话给它一个边框啊 ，border， 然后是一像素实现是吧？然后是黑色是吧？黑色啊。好，这样子弄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？看这个效果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吧？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好，这样一个效果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三格的话，因为高度固定了是吧？高度固定啊。高度固定的话，我们把高度先取消啊，它的高度固定了50吧，我们把高度取消啊，高度取消之后，它的高度就会被这个盒子自动撑开啊，被这个盒子自动撑开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好，刷新一下。好，那么的话，为什么被这个盒子撑开之后，这个还摆不下是吧？摆不下，这是啊，这个是四个是吧？16是吧？我把它改成3啊。好，改成3就可以了是吧？改成3的话是什么？刚好排一行吧，刚好排一行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盒子的话，这个盒子给它一个再给高一点吧，比如说给个200啊，给个200是吧？好，200的话，然后把这个盒子上下给它一个 margin， 把它撑开一下啊， margin， 然后是上下给个 20px 啊，左右给0是吧？左右给0啊，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再刷新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是吧？那么我们的元素的话，在这个三格里面是这么排呀，是这么排是吧？默认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4个是吧？4个啊。好，
那么的话，如果说我想什么呢？这个四个盒子在变小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可以动态的排，是这样的啊。假设在变小的时候啊，变小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变到小于1200的时候，是吧？小于1200的时候怎么样？那么它就变成了什么？整体上下排了吧，是吧？我想它在小于1200的时候还是什么？还是按照什么？还是按照什么一排排下来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？是吧？应该怎么做呢？那么的话，在这里面接着加就行了啊，这是我们的应用的这个技巧啊，在这个后面接着往后面加，怎么加呢？在后面加个空格，然后 COL 杠 MD，然后再杠3，这是不是什么适配那个？这什么小尺寸的吧？那么它这个时候的话，小尺寸呢，它就用这个样式了，这个样式就覆盖这个样式，明白没有？啊，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。把它加到后面去就可以了啊。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加到后面去是吧？加到后面去之后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再来最大化把它刷新一下啊，刷新之后，然后我们来把它缩小一下啊，缩小一下是吧？好，这个是大于1200的时候是什么？四个排成一行吧。好，再小的时候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是排成一行啊？是吧？还是排在银行是吧？就还是排在银行啊。好，接着我怎么样呢？再小点的时候，我想怎么样呢？两个排一行，啊，两个排一行啊，两个排一行。那么怎么排呢？两个排一行的话，再小点是不是什么是 COL 杠 SM 杠几啊？杠六吧，杠六是不是两个排一行啊？是吧？就两个就占12份嘛，是吧？杠六啊。这个是吧？再写啊，这个刷新一下是吧？这是不是两个排一行啊？这是不是实现了这个响应式啊？是吧？好，这样子啊，好，先最大化是四个是吧？再小一点的时候，还是四个是吧？还是四个啊？好，接着再小一点的时候，两个排一行是吧？两个排一行啊。好，再小的时候是什么？一个排一行吧，一个排一行啊。好，这样子了。好，这个其实就实现了它的响应式的效果，是吧？那么这就是响应式的效果啊。那的话，实际上的话，我们怎么嘞？我们在用三格排的时候，我们三格是不给什么边框和背景的吧？三格不给边框和背景啊。比如说把三格的边框和背景给取消，是吧？三格的话，边框和背景把它注掉啊。注掉之后，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是有三格的边框和背景吧？如果三格的边框背景取消，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明白了吧？是吧？那么为什么它们之间有间距呢？因为它们三格本身有间距吧，三格里面有15的间距啊。那么这个两个间距应该是30吧，是吧？是不是30啊？因为三格的左右有15的间距啊，所以这个是30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是吧？看到这个样子是吧？然后的话，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？先排四个，再排四个是吧？排完四个再排。两个是吧？再排两个，然后怎么样？再排一个吧，是不是这么排呀、啊？这是不是就实现了什么响应式啊？啊，这就实现响应式啊，这就是它的原理啊。好，那么它的原理的话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好像稍微有点不好看是吧？就说这个报告是怎么样？拉得太长了吧？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拉得太长了，是不是有个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嘞？给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宽度啊，给它一个大概的宽度，比如说。它的宽度最宽的话，假如说就是，假如就这么多吧，宽度最宽啊，好，最宽的话大概这个宽度的话是，假如说是240吧，大概是240啊，240的宽度的话，那么我可以这么写是吧？把这个 box 写一下啊，这个 box 我们可以写它一个什么嘞？max y 是啊，就是最大宽度不能大于多少是吧？你可以变小，但是不能再大于多宽，是吧？比如说的话，那么 max y 的话就给它一个，比如说240的宽度吧，240的宽度啊，240的宽度啊，最大宽度240的宽度，然后怎么样呢？那么如果说这个容器的宽度比它宽很多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它相对于容器什么水平居中吧，
水平居中之后，那么我们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啊？这地方写什么？写一个 O2 吧，写个 O2 啊， O2 是吧？好，这个时候写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看这个效果。好，首先来刷新一下是吧？好，这个200是大概是这么宽是吧？大概是这么宽啊。好，到这么宽，然后的话把它缩小的时候看一下啊，缩小之后怎么样？就变小了吧？就是说240最大240什么意思？它只能小于240，不能大于240，明白没有？是吧？只能小于240，不能大于240啊。好，再缩小的时候怎么样？再缩小的时候是不是两个啊？再缩小的时候两个吧，然后最大宽度是240吧，这样子还稍微好看一点吧，是吧？还是比较好看的吧。好，再缩小的时候怎么样？再缩小是不是一个啊？这样子排还是可以的吧，是吧？如果你把它拉得太宽是不好看的，好像压扁了一样，是吧？是不好看的。好，这个是不是就实现了响应式啊？啊，这个就实现了响应式啊。好，这就是它的实现响应式的原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想一下，这个响应式的话，我们刚才排的是什么呢？排的是这个是每个是三个，然后是什么？就是四个是吧？四个是吧？那么最多一行可以排多少个？排12个是吧？12个那也太小了是吧？那么一般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可以怎么排呀？一行排6个是不是可以啊？排6个的话，每个就是2是吧？每个就是2，是不是一行排6个？然后每个都是3的话，就是一行什么呢？一行排4个吧，然后每个都是4的话，就一行排3个是吧？那么它怎么排呢？最好是什么呢？就是6个或者4个或者3个是吧？然后或者是2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或者1个都可以是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排5个好不好排啊？一行排5个不好排吧是吧？一行排5个不好排啊。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用步骤式做响应式布局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如果说 UI 不懂步骤式的话，最好是前端跟他沟通一下，就是你不要设计这种五列的是吧？设计五列的是不好做啊是吧？因为这个12是不能整除啊，12除除不尽吧，比如说6 3什么4 12都能整除吧，你用5的话12是不是除不尽的是吧？所以说不要做5个，要么做6个啊，要么做6个是吧？要么做4个，要么做3个是吧？2个1个这可以是吧？不要搞5个的啊，或者搞7个的是不是也不好啊？7个是不是也不好弄啊？7个也除不尽吧是吧？啊，这就是三格里面不好的地方啊。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有时候我就想做5个是吧？就想做5个啊，就想做5个的话实际上可以做啊，我们后面会讲一个例子的，就是怎么做5个。这5个的话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来弄啊，自己来写都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用这个步骤式框架怎么样，最好是什么跟 UI 沟通好啊，让它尽量按照这个三格的这种什么这种倍数来设计吧，按照12的是吗这种能整除的方式来设计是吧？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比较好做啊？比如说我刚才做这样一个布局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做出来啊是吧？做这个响应式布局啊。好，这是关于这个响应式布局的话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，它的使用方法。好